大丈夫。拉他现金能走。马洪大师的人生中大事，经历80多年以上的太极老人，在他们在太极拳上谋财害命，活活的出生。而后面他黄色衣服是陈元雍大师，原籍陈家沟，居住西安，曾任国际太极联盟副秘书长。多年来，为全体太极的传播鞠躬尽瘁，为当代太极界的不老翁。
别动这个。